你好，我是小高，又过来到阮粉丝寄礼的时间咯。这不是咖啡杯吗？小高很高兴可以粉寄给小高都送莱姆会不会很怪？被打？觉得粘手画可以涂一点点白色那包白咖啡杯。哇，是咖啡杯呢！史莱姆保养，我这个咖喱要保养。觉得史莱姆粘手怎么办？可以加些许硼砂水，或者在手中涂一些乳液，如果预防史莱姆脏掉。桌子跟双手保持干净就不会咯。如何改善史莱姆硬掉或者融化？夏天玩的时候可以拿去冰箱冰30秒，冬天时可以拿去隔水加热30秒。以上是常见问题，如果小杯有遇到其他不懂的，欢迎私讯一下联络方式。竟然是咖啡杯呢，其实我有想要买呢，不过实在有够歹抢的。好，来先看看。没关系，是樱花的感觉。好彩，哇，饮料赞！是透明式的，看看。哇，透明的。亮粉。这就缤纷了。
我关在那咯，这个贴纸哎，好嘛，这个这里，哟，哦，不慌是来吗？真冷哦。多加，生开就爽。好，这就是这次的法师教练，真正想不到的是咖啡杯的法师教练，各位拜拜。